我们看第第二了，第第二他说哈，有个数列啊，它的一般像是这个，还要求满足哈，这个数列这 a n 哈减二之三哈小于呢使得负四次方，那个最小整数哈 n 零啊，这相当于是 h 零，我给一个 h 零以后的话哈，我要求找什么呢？找那个 n 零啊，啊使得什么呢？只要 n 哈大于 n 零的时候，它跟它就有这么靠近了。好啊，这个我们一看的话哈，这极限应该是二分之三嘛，啊，因为我上下如果取除以 n， 那是三加 n 分之一，那是二加 n 分之一嘛。啊，当我 n 很大很大的时候 ，n 分之一都靠近你，所以这一项它一定是靠近二分之三，啊，也就是说它的极限是二分之三。那现在是说，当我 n 呢非常非常呢，当我 n 哈 n 等于多少，最小等于多少的时候，它跟二分之三呢才会有这么多这么靠近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求。好，首先呢，我就把这个呢带进来，带进来的话就多少呢？这个是二 n 哈加一，分之三 n 加一哈，啊减掉二分之三，啊这样减多少？这样的话哈，我就把它交叉相乘哈，两倍的二 n 加一，这是六 n， 加二哈，六 n 加二，啊减到多少？六 n 再减三，所以这是两倍的二 n 加一，它是多少呢？分之负一啊。好，那现在的话，我要求这个这个哈，那这个的话，我把它取绝对值，好在 a 嘛，那就等于这个取绝对值。那我要求要小多少呢？小于十的四次方之一嘛。那这样我就 得到什么？我就两边给它约分，这变成五千了啊。好，一万的话哈，约分以后变成五千。好，那这样我就得到这个是二 n 加一哈，这大于五千了。那这样呢 ？n 它就大于多少呢？二分之五千哈减一啊。好，大于是五千减一，就等于这是二五零零哈减掉二分之一啊。那所以说哈，所以这个 n 的话哈，它就要大于等于多少呢？大于等于二五零零啊，大于等于二五零零。所以就取什么？取 n 零呢？哦，就是。n 就是这些 n 的最小值，等于2500，所以最小值，这种 n 的最小值就是2500。